眼睛仿佛起了雾，也许只是今天模糊，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，另一个人体贴照顾，或那一种交流相处，和爱情显得生疏，因为倔强的缘故，错过缘分与却未不由束缚，却又被流年困住，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，他还在等，是否人做